哎呀，那假如你有10万块，你愿意为我花多少？10万？100万呢？100万？1000万？1000万？那假如你有1000块钱的话，愿意？我说完了吗？你就不愿意啊？我知道你肯定没别好品。我买你装备打扮一下不行啊？我美美的，你出门也有面子啊？巧了，我脸皮厚，不要面子。不要面子，我看你不要命了。不是，你昨天不刚买完这一套吗？你还想买啥呀？我觉得缺点啥，你不觉得吗？缺点心眼儿。我缺德啊？对呀、啊，缺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知道缺啥了，这不都给你买了吗？这啥呀？你瞎呀？这不鞋吗？你这是玩客小香风面包鞋，我看你天天逛得物，收藏好久了，我直接给你拿下了。哇，你看这配色又经典又好看，穿上显脚小又不磨脚。当然了，而且得物品牌直发有保障，评论区还有同款优惠呢。看在你那么用心的份上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过分的要求。啊、有多过分呢？多过分都不算过分。那你把买鞋的钱给我 A 一下吧。哎，我妹也行。抖音。